你们开箱。这个是我最近到了一些打折的鞋子，然后今天是有 SW 跟耐克的，我们来看看我买了啥。我一共是买了两双，一双是我给小朋友买的，然后这个是小朋友的椰子，超划算的。这个算下来好像是才多少钱？200-300人民币吧，这个超便宜的小椰子。这个小椰子既有造型，然后又轻，然后又很好穿，所以小朋友穿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适合，尤其是小男生，你知道吧？下一个，这个应该是我的 SW， 其实我一直是 SW 先得罪我，所以我是说，其实我本来是说我再也不会买 SW 的，但他们实在是太便宜了，就感觉不买对不起自己。还蛮有仪式感的哟 ，SW， 哎呀，看这双什么防尘袋，啊，是这个，这双靴子，这双靴子好便宜哦，忘了买多少钱，但是我记得，我觉得好便宜。然后前面是有这个，你们懂的，他们家的这个钻扣。好，然后我们再来看看下一个，还有点。是粉色的，这应该是我打折买的那个小拖鞋。然后其实这个鞋子是有三个颜色的，有紫色的，有蓝色的，有那个透明的。他们说蓝色是最人气的，所以我就选择了蓝色，剩下最后一双搭的透明的。然后这个呢是蓝色，就是日常穿还蛮好看的，很闪哎。不知道是不是我光的原因啊，它这个上面的这个水钻比我想象的要闪，然后它这个地方做的还蛮宽松的，很适合我这种你知道高脚背的人。漂亮，很闪，小花花一样的，还蛮可爱的，很夏天。当然啦，最主要的是它现在这一双在打折，真的是折到非常非常便宜，都是白菜价格。真的没想到它这个钻扣居然做的还蛮闪的啊！这整一个是这种鸡皮的。说实话哈，这种鞋子我真的不建议小腿短的人穿，除非你们准备好在里面加增高鞋垫。就在有增高鞋垫之前，我是从来不会买这种鞋子的。虽然它时尚度很高，但是就是会把你的小腿截掉一半，所以就会显得小腿更加的短。